使欢喜风雨，即使不声不语，而我都给你关注。想到心底深处和你的相处，如念过动人的书，爱照亮我每天。那庄夫人，让我抱抱。麦子摸摸头，阿金，立刻抱去乡下那边。阿金，你把他抱过来。你是男孩，我给你这块麒麟玉佩，保佑你健健康康，一生平安。你不要恨娘，娘这么做也是希望你以后的路能顺顺利利。今天你就当做了一场梦，明天睡醒，你仍然还是黄花闺女，还是庄家大小姐。娘要你以后嫁得风风光光。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今天登山的路可能不好走，但是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是一条属于我的康庄大道。普玉干蒸烧麦一直颇负盛名，潘二夫人夸奖了。你们几个要趁机会好好偷师了。是二夫人，今天一早要你们过来东山道会，真是辛苦了。您客气了。全叔，待会儿得好好打赏几位师傅。是二夫人。谢谢二夫人。二夫人早。早。爹早。老太爷早。爹，请用茶。赵腾回来了吗？赵腾昨晚有应酬还没回来呢。我说赵腾啊，为什么还没回来？爹，您昨天说很想吃惠如楼的点心，他们的师傅啊，今天一早就来了，做了很多好吃的点心给爹您品尝呢。这是什么点心？这是他们最有名的普鱼干蒸烧麦、笋尖鲜虾饺、蜜汁叉烧包。怎么没荷叶饭？赵彤最喜欢吃的是荷叶饭吗？永兰，你快去吩咐厨房立刻做荷叶饭。是二夫人。很快就做好的。爹，您不如尝尝这个蟹黄灌汤饺啊，现在广州的点心师傅啊，喜欢在猪皮冻里面加上琼脂，这样汤汁呢就会饱满又不会太油腻。点心嘛，只是一点心意，
这么多款，总有一款合爹您心意的。哎，你的心意我怎么会不明白？不过我也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意。我已经在为卓华物色好对象，希望他早日成家立室，为潘家开枝散叶。细观陈家大小姐有什么不好啊？听说她与卓华情投意合，为什么你不考虑？陈家小姐没错，是出身大户人家，受过良好的教育。不过，她喜欢参加游泳比赛，曾经穿着泳衣，为上海的一本杂志拍照登在封面。如此失礼仪的事，我认为爹您一定会同意，她绝对不适合成为潘家的媳妇儿。说得对，只有真正的大家闺秀，我才会让她进我潘家的大门。爹的心意凤姨铭记于心。二夫人早。二夫人早。姑爷早。倒杯热茶给二老爷。是。早。为什么回来也不进房去向爹请安问早呢？我走到他房门口，就听到他发脾气。我有这么笨吗？自投罗网啊。怎么了？哦，他又想起大哥了。怎么为什么又想起他呢？今天又不是大哥生计死计。哎，自从爹的腿出了毛病之后，几年来都没有出过房门半步，像黄花闺女似的。嘿，老人家越老就越难捉摸。那就要看为人子女的有没有心去捉摸了。说句实话，我这个儿子得免你这个儿媳妇儿这么细心。怎么说，爹也是因为关心卓华。哎呀，可惜你又不可以纳妾，多几个孙子，爹就不用那么担心了。哎，谁叫那些算命先生那么灵？爹两次帮我纳妾，一次就被车撞了躺下，一次就病了躺下，这就叫做无福消受。哎呀，你还笑得出来呢？老婆好一个就够了，啊！昨晚打牌赢的。哦，谢谢了。二老爷啊，老太爷叫你上去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就躲不过。一大早就要去听他训话。可以开间店铺了，每次都送我耳环。你拿着什么？哦，这些呀，是一些妇女团体、慈善团体的请柬，想邀请小姐你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的。全部都是新成立的吗？啊，知道我们潘家热心公益，会知道我肯定是不会出席那些场合的。是不是有话想说？啊，听说呢，这是二小姐的意思。我都不知道凤德是怎么想的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老是在外面不回家，怪不得让娘生气。别提他了。怎么样，军部有没有最新的消息？没有。不过不必烦恼的，小姐，前两天那封电报说了，他这次去广西清乡打赢了仗，所以少爷一定会福星高照的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只要不是他亲自报个平安，我的心就放不下。不必担心，我听说外省啊来了个很灵的相士，叫乔半仙，可以去找他算算。谢谢大小姐，真是菩萨心肠，谢谢。夫人，
您五月端庄，龙精凤眼，娘家丰衣足食，您的命宫子冠准头青黄，夫家显赫珍贵呀，婚后可以说得上是大富大贵呀。不过可惜您额骨偏高，年少意志不坚，或者您曾经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，会影响您的一生。大师，我这次除了来问家宅，我最想知道的是我儿子的运。您子女宫饱满，夫人，您膝下应该不只是有一个子女而已，请问您想问的是哪一位呢？嘿，我家夫人呢，只有一个儿子而已。不会吧？你是不是算错了？阿金啊，从夫人您的面相看来，您娘家应该无子嗣，请问我说的对不对？说的没错。哦，没错就好了，希望您能够相信我。夫人，您弃偏骄皇，您的子女将会遭逢大劫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命是不能改的，不过运却可以改，我尽力而为吧。朱桃，到广州了，我们走吧。好吃的生煎包啊！小兄弟，给我两个包子。哦，两个。那还是一个好了。一个。对了，小兄弟，我想请问你，这个地址怎么走啊？这里啊，去那边坐火柴盒吧。什么火柴盒啊？哇，你从哪里来的？公车。那要多少钱？走路能不能到啊？几分钱而已吗？哎，这朱你的。是啊，警察大哥。啊，看你这个乡巴佬，肯定什么都不知道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广州当局呢，正在整顿市容，搞卫生，不能在街道上放猪，违者罚款，并且猪要充公。来，拉走。我没有放猪，请把猪还给我。喂，现在不罚你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，还敢废话？走。走啊，走啊！太叔，哎，你是小星啊？啊，上次见你才跟我差不多高，哇，现在比我高了一点点，怪不得你父亲在信上说叫你大木头啊。真的像是块木头，来来来，哎，走，哦，来，哎，我正担心你啊，找不到这家茶楼啊，哎，怎么了？被人打了？被警察打的？嗯，我带只猪来城里卖，以为能卖个好价钱，结果却被警察充公了。哎，你真是倒霉呀！它是我唯一的东西，啊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你身上还有多少钱呢？没有。没了，那你生活岂不都成了问题了？那你怎么找工作呀？你说介绍我去东山水厂做事的？哎，我也是要托别人的，要用钱的嘛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广州人浮于事，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关系，很难找到工作。那再说吧，慢慢再说。那要多少钱才行啊？40块钱左右啊。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哎呀，这不算多了，喝茶吃饭全都需要钱呢。哎，这样好了，让我想个几天吧，现在我有事要办，先走了啊。我哎，对了，差点忘了跟你说，别说太叔我不照顾你啊，我知道你在广州没地方住，已经帮你呢租了一个地方啊，房租已经付了，我帮你垫的钱呢，以后你找的工作再慢慢还给我啊。谢谢你啊，太叔。还有，记住啊，广州的点心呢很有名的啊，你尽量吃吧。你结账，我走了啊。谢谢。哎，不用客气。
来吃啊，既新鲜又好吃，荔湾十景一片粥啊。喂，过来看，过来吃啊，喂，过来看，过来吃啊，喂。真是离谱，哎，一个个搔首弄姿的，不知道廉耻，现在是卖粥啊，抛媚眼。哎，我的粥是整个荔湾区最好吃的，居然无人问津，这有天理吗？喂，向晴，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啊，哥，你在跟我说话？不是啊，我跟那锅粥说话，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快点把它卖出去。其实我昨天晚上想过这个问题了，要别人知道我们的粥好吃呢，首先你不是想学他们搔首弄姿，对男人抛媚眼吧？如果你肯让我帮忙啊，生意就不会这么差。向晴，我们是卖粥，我们不是卖那个。但是要别人知道我们的粥好吃，就要有吸引之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了一个很吸引人的粥名，叫做艇仔粥。哼，你怎么这个反应啊？巧立名目，不切实际。你听我的歌，行得通的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靠岸吧，人有三急。哇，哦，快一点。喂，这里先交给你了啊。那位就是叶家小姐叶向晴了，虽然叶家没以前那么风光，但是她念过几年书，知书达理。你看她的体态，肯定好生养，一定会被王少爷你开枝散叶，兴旺你的米铺。艇仔粥，艇仔粥有没有想吃啊？艇仔粥，荔湾最好吃的艇仔。有没有想尝尝啊？什么是艇仔粥啊？当然是与众不同的鱼片粥了，整个荔湾呢，只有我这里才吃得到，保证你回味无穷。给我来一碗。哦，谢谢。艇仔粥到，请慢用。你做的艇仔粥真的很好吃，里面有什么材料？新鲜鱼片、炸粉丝、猪肚丝、海蜇丝，还有汤底啊，是特别用虾壳熬的，所以特别鲜甜。啊，难怪会这么好吃。谢谢。来，谢谢谢谢。我也要两碗艇仔粥。我要一碗。我要三碗。哦，好的，马上到。大家都叫石井鱼片粥，你叫什么艇仔粥啊？西关小姐做的粥特别好吃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么在艇上做的粥就叫艇仔粥吗？大家卖的粥都是一样的，你别以为会写几个字就了不起啊！再敢出什么花招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你们现在也不是很客气啊！你说什么？喂，欺负我妹妹啊？走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话说回来，是不是趁我去茅厕学他们抛媚眼去卖粥啊？没有，当然没有了。那为什么粥快卖完了？是你说的吗？我们煮的粥啊，是全荔湾最好吃的吗？真的假的？嗯。别人听到艇仔粥三个字啊，就觉得很特别，吃了之后还赞不绝口。我是不是很聪明啊？是。不过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根本不会像你现在这样做事做的手都粗了。妈真是心疼。爸爸以前常说，可以靠双手赚钱才是福气，我现在是有福气。女人呢，要嫁个好人家，相夫教子，那才叫做有福气。如果这一次啊，你相亲成功了，就能有好日子过了，这样我也安心了。嗯，这一次一定要买块好布料做衣裳，才不会太失礼吗？哦，哇，这一块一定是伟成的花瓶坊。还有这块织锦啊，你看颜色多鲜艳呢、啊！还有这块、啊哎，两位挑这么久都没挑上，我看还是看看那边那些。一股鱼腥味儿。是。我们还是先看这些吧。这些很贵的，我想不适合两位。杭州天章绸厂的花香绸虽然有名气，不过我们还是有钱买得起。简直狗眼看人低，那你们就不要跟他买布了。没有，布是在九同章买的。
喂，我想问你，妈妈哪来这么多钱买布啊？她把戒指当掉了。那个戒指已经是爸爸留给妈妈的首饰里面最后一样东西了。你也知道，妈妈一向希望我嫁户好人家，可以过回以前西官大屋的日子。现在我们这种情况，怎么会有人看上我呢？难得米铺的少爷不嫌弃我，妈妈当然紧张了。总之一切都怪我太没用了，把家业败光，要不然的话你跟妈妈就不必跟着我在荔湾卖粥了。不要这样子了，哥，这次啊，我一定嫁得出去，不会辜负你跟妈妈。只要你嫁得好呢，哥哥跟妈妈就可以放心了。妹妹做什么啊？哥，小青，是不是有贼啊？在哪里啊？有贼在哪儿？让他尝尝我新练成的分筋错骨手。小心的，穷苦莫追啊，弟弟。哎呀，有你们不闻不武两兄弟在这儿，别说是贼了，鬼见着你们都马上走啊。是重文重武啊，毛嫂。啊，要小心。我用梅花易数算过，大杂院流年不利啊，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啊。哎呀，你算的不准。哎。最近呢，乍暖还寒，大家保重身体才是啊。什么都不是，是抓到一只老鼠。老鼠？老鼠？是啊，幸好有这位大哥帮我抓到他。哎，咦，脏得要命，快把它丢出去吧。哇，你太浪费了吧，丢出去。我们以前在乡下都是吃这些的，如果肥一点呢，每天用来熬粥也挺好的。妈呀，怎么，房东太太啊？这位是谁啊？哦，他是太叔介绍来的新住客，他们之前已经见过面了，就你还没见过啊。我叫木星，大家都叫我大木头。我叫叶向阳，你也叫我向阳吧，她是我的妹妹向晴。对了，你做哪行的？哦，过段时间会去东山水厂那边做事。哇，有前途，很难进去做事的啊。好了，现在没事了，都去睡觉吧。回去睡觉了。我继续练功。回去睡觉吧，很晚了。我先把老鼠丢了。怎么样，已经来了两天了，习不习惯呢？怎么不习惯呢？我有瓦遮头，有被子盖，已经很好了。咦，喂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，年纪轻轻就脸色苍白？喂，纵欲过度呢，伤腰伤肾的，要小心呐。我想我可能是饿的。啊，正好吃点东西，向青刚刚端来的，趁热。他说给你吃的。哎，我去洗个脸啊。麻烦你看看值多少钱。好，想当多少？尽当吧。也就是你不打算赎回了？不是，我一定会赎的。那你要说既当，不是尽当。是。打算什么时候赎啊？是这样的，当期呢就三年，按就分两年，还有分大押和小押。大押就一年，小押就一个月到三个月。一个礼拜行不行啊？好，50块钱。这么少？我这口语很好的。
啊，你先考虑一下。喂，哦，金姐，哎，一听就知道是你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大小姐要的嘛。好好好好，我到了。出门前我打去当铺，叫阿才选一些好的金银首饰带过去。哦，小姐，你没吓着吧？哎呀，吉祥啊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差点让小姐受伤。对不起啊，二夫人。什么事啊？好像是撞到人了。啊？喂，不小心碰了一下嘛，别撞受伤想要钱啊。你撞到我还恶人先告状，你自己走路不长眼睛还赖我？这条路上有这么多人，你开车应该要小心一点。你眼睛瞎了？小姐叫你闭嘴。先生，有没有受伤啊？还没死。没事就好了。这些钱呢，是我家小姐给你的，你拿去看大夫也好，算是押金也好。你们没欠我的钱，欠我的是一句道歉。居然说我做错了，那你无缘无故的剪破了熟员的运动衣，你有什么理由啊？他穿得那么暴露，露出他的手臂跟大腿，哼，他自己不害臊，我都觉得失礼我们庄家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全运会已经办了四届了，东莞出了个游泳健将叫杨秀琼，人家也是穿着泳衣比赛，大家都称赞他聪明能干，怎么会失礼呢？人家是人家的事。我再过100年，我还是你娘，还是熟院的外婆。我说不准她参加运动会，就是不准。妈，娘啊，你怎么越来越不讲道理了？凤德，怎么可以这样跟娘说话呢？大小姐、夫人、二小姐、娘、姑妈、大姐，熟院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当妈妈的应该以身作则，怎么能不分尊卑、目无尊长呢？大姐啊，我都没管你怎么教卓华，希望你也不要管我怎么教女儿。哎，你，我们走吧，省得待会儿呢你看到妈妈动手，到时候又说我不以身作则。这个凤德啊，简直越来越过分了，难为了娘你。哼，有她在也好，要是地震也不用担心房子会塌下来，会有她这个老顶撞我的人顶着房梁。行了哦。哎，你又跑回来干什么？我见过乔半仙了。听说他很准的是吗？他说我的孩子会有大劫。啊？卓华没事吧？卓华没事，他现在正跟军队回来广州。我反而是担心另外一个。什么另外一个？你就一个儿子，我就一个男孙，这么多年你只是告诉我他跟着乡下住在四会，详细情形怎么样你从来都不肯说。哎，这么多年你问我心里有没有难过？有。这次乔半仙这么说，万一他真的出了事，我心里会更难过的。再怎么说他也是赵唐的亲生骨肉。你别再说了，说来说去你就是还在怪我。当年你跟赵唐酒后糊涂怀了身孕，就算明知道孩子是潘家的骨肉，你怀着他进门还是会丢我们庄家的脸。你可以做得了正事吗？可以抬得起头做人吗？可能人家只要孩子不要你，你这辈子就没希望了，还能如此风光当你的潘家二夫人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娘这么做是为我好，但是我只不过想知道她的近况，是不是过得平平安安，我只是想知道，求个安心我就满足了。
老夫人，才哥来了。老夫人，大小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是大小姐叫我拿些玉饰来给您看看，这些全是当断的，玉色不错，色种也挺好的。你已经忘记你死去的爹说过的话了。这个当铺虽然是我们庄家的，我们也不可以随便拿当铺的东西。我准备用钱来买给你的。哎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心软。是不错，这个是不错，大小姐你也看看。小姐，我问过才哥了，他说这块麒麟佩呢没有当断，是他拿错了。哦，那他知不知道当这块玉佩的是什么人？他说大约30来岁，高高大大的，不是本地人。难道真是他？他到广州来了。太叔啊，还没有消息啊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推荐你去水厂做那个副护卫主任，一个月有100多块啊，多少人呐，抢破了头都抢不到这份工作。原来不是一定能进去啊，我那40块钱可能石沉大海了。哎呀，你以为你那40块钱很多吗？喝茶吃饭这样那样，打个喷嚏就没有了。糟了，太叔，这次真是被你害死了。那笔钱是我当了我娘的玉才筹到的。喂，大木头，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太叔是忽必烈吞金灭宋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幸好你不是这个意思，不然我就一脚把你踢出去。我这次啊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啊。那就这样，结账吧。太叔，那到底怎么样啊？行了，我尽量帮你啊。难道我就这样回乡下？兄弟，你急着找活干，看你高高壮壮的，不如跟我干吧。搬到外面的货车上去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点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休息一下啊！请问钱哥，为什么半夜来搬米呢？这些米赶着运去广西赈灾，救人要紧啊！钱哥，我搬完之后是不是给我2块钱？一定给，一定给啊！搬完之后给他2块钱打发走。车子已经满了，剩下那些留给老板当做善事吧。啊，走吧。2块钱都省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走米仓干什么？哎呦，妈！妈已经睡了。啊，妈还没有吃饭？她现在心情不好，哪有胃口啊？哎，我们倒霉还是她倒霉，这门亲事谈得这么顺利，突然之间死掉了。哎，八成是老天爷作弄我们。别这样，妹妹，妈妈睡了，那我去开工了，你在家照顾她。嗯，她醒了你就煮粥给她吃。哦，走了。哎，
哥，怎么了？你说过存够钱就帮妈赎回那个戒指。哦，对啊，你把当票拿给我，我收工就去赎。我想现在马上去赎，如果妈睡醒看到戒指，一定很开心。这也对，但是一个女孩子走进当铺，始终还是不太好。没关系，哥，没事的。哥啊，好吧，好吧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嗯。那，这钱给你。这样吧，这些钱全都给你。等一下回来经过茶楼，买点妈喜欢吃的东西回来给她吃。哦。反正这几毛钱是大木头给我的。啊？他为什么拿钱给你啊？他说要把粥钱还给你。哦，对了，你请他吃粥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来喝杯茶吧。哦，哎呀，才哥，要你亲自端茶给我，真不好意思啊。金姐，你可以，别的人就不行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说那个人呢？如果他今天不来赎，就当当断了，那也就是我可以把这块玉拿走了。哎呀，他是说一个礼拜之后回来赎，不过我看他穷得要命，哎，还这么大口气。先生，喂，就是他。啊。是他。这位先生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续当。啊，那当票呢？不小心弄丢了。你没当票，我很难帮你续当的。我一个星期之前来的，我的玉很特别的，上面刻着麒麟，你应该记得的。哎呀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打开门做生意，每天进进出出很多人的，我哪会记得所有人？哎，你回去把当票找出来吧。大叔，那块玉对我很重要的，是我娘唯一留给我的东西。小兄弟，你呢？不像是广州人呢，你从哪儿来的？我从四惠绿村来的。四惠绿村？啊，我有个金兰姐妹呢，也是四惠人。这样吧，才哥，这个年轻人挺忠厚的，被我们的车撞到了，也没向我们要一分钱呢，就当给我个面子，再给他一天期限。那你呢？赶快回去找当票，找到再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金姐啊，可是大小姐。哎呀，不用说了，不用说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小姐。昨晚那一顿真是很丰富啊，就感谢你啊。喂，你站住！你先进去。喂，乡巴佬，干什么？猪被没收来当东西啊？这张是麒麟玉的当票。哎呀，那个人刚出去，你们竟然没看见他吗？是他，追！喂，话说回来，你那头猪呢，真的很有猪味，你喂它吃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很赶时间。别动！干嘛？杀人犯，杀人犯啊！哎呀！别跑！站开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真是对不起，放开他！长得好模好样的，抢劫杀人！我无辜的，我没有杀他，我是被人利用的，我是无辜的。你放开他！放开他！不是我杀的，放开他！我是无辜的，放过来！对不起，我迫不得已才会这么做的，我是无辜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站住！放开他！放开！你不要以为有人质在手，我们就会投鼠忌器啊！来，我现在数到三，如果你不放开的话，就当那姑娘倒霉了。一，二，不可以开枪！干什么？你们是警察，无论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保护国民的生命还有财产。这女孩是无辜的，你们不可以伤害她。这，我是黄埔军校的军人。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但是你这么做也跑不掉的，只会无辜连累了这个女孩，多了一条罪。但是我是无辜的，我被冤枉的。你是无辜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找律师。现在国民政府已经订立了律师辩护条例，所有案件都经由法庭审理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判案冤枉好人。相信我，放了这女孩，如果你是无辜的话，一定不会有事。相信我，放了他。
你是杀人犯。两位这边。嗯。哲华。爹娘。好了，你没事就好了。嗯。哎，上山剿匪都难不倒我儿子，一个贼不会有事的。那当然。哎，金姐，为什么你会在那儿？我刚才正好在当铺那儿。潘二老爷，麻烦两位。哎，好好好，请坐。他在哪里？嘿，你爹吧。是他，他就是当那块玉佩的人。那他是不是？他刚才亲口说是从四会绿村来的，而且真的不是我杀的。真的不是我杀的。我乐意要是去苦战难受的同时，仍可当作磨练。你为我恶习也改变，明白爱原来非浅，能成为伴侣，我亦算登对。爱上你也无惧，真心不会死去。你为我抹眼泪，甚至饮醉，你也在我这里。